女性真的好累。根据调查，台湾人的疲劳指数持续飙高，其中又以24到45岁的150万名职业妈妈压力指数最高，每两位就有一位觉得自己长期心情郁闷，压力指数可说是全台之冠。对于他们而言，工作及家庭两者该如何保持平衡？而他们又是如何舒压，让自己和生活 reset？ 以下是记者专题报道。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你是全职妈妈还是有工作呢？我目前是上班族。那你觉得工作跟家庭有没有让你带来什么比较疲累的事情呢？整天一上班这样下来的话，哦，回去还要照顾小朋友、家庭，我觉得真的是两头烧。就是因为女生一操劳之后，就是皮肤状况会变得很差，像是我才30出头吧，就常常被小几岁的同事叫姐，哦，心情很差呢。Hello， 小姐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你结婚了吗？哦，我结婚嘞。哇，那你有小孩吗？哦，有一个小孩。啊，所以你是全职妈妈还是平常有在上班呢？我现在有在上班。哇，可是你的状态看起来非常的好耶，因为像有一些就是带小孩又要上班的妈妈看起来都比较疲惫一点。想请问一下，你平常有没有在做一些休闲活动，或者是有在做什么保养吗？假日的话就会带小孩出去玩嘛，或者是跟姐妹喝下午茶。可是不管玩乐工作再怎么忙再怎么累，我一定每天都回家做好清洁和保养。而且我还有一个秘密的舒压基地哦。哦，秘密舒压基地听起来很神秘，我们可以一起过去看看吗？OK 啊。其实为了改善现代女性好累、气色差的肌肤困扰，有效保养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。让女性透过基础保养品的植萃精华，简单一两个步骤就可以快速渗透，改善肌肤疲惫状态。听说呢，这里有可以让女性生活放松、reset的法宝，现在就请店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碧丽菲呢是一个温暖关心女性的一个品牌。那每一位女生呢，希望她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reset time， 那每天过专属于自己的一小段时间，好好的充电放松自己。碧丽菲的一个沉浸自然系列产品当中呢，它是用最简单的保养方式来改善我们的肤况，它可以修复我们的一个疲惫肌肤。从卸妆、洗脸跟化妆水、乳液简单的保养步骤呢，就可以让我们肌肤由内而外的一个保湿跟润泽。那它可以让肌肤快速的一个渗透吸收，并且有改善我们的疲惫肌的问题，恢复我们水嫩透亮的一个好肤质。那现在的女性呢，她已经够累了，所以你挑保养品的时候，只要挑简单但是效果比较出色的，就不用再增添自己的压力了。原来改善疲惫肌这么容易，我回家也要试试看。碧丽菲专门店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店内亲自体验，透过我们近距离对您产品的解说以及体验，了解并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养品。忙得没时间逛百货的职场妈妈，下班后直接去一趟碧丽菲专门店，体验 reset 保养，享受美丽关爱。如果你是看起来很累、气色差，或者是常常觉得肌肤很疲惫，务必要到有温度的资生堂专门店碧丽菲试试日本当红 reset 保养，让肌肤在天然植萃精华中找回水润明亮好气色。生活再忙，也要忙得比别人美。中时电子报综合报道。